你们没走错，爱居公寓正式改名为群居生活。要出一边出去，我家墙上有电网。管他偷偷不偷偷，太难了。吃饭，你说话前必须举手。本节目由我不是恶魔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不是恶魔，我不是恶魔，我不是恶魔。两款片头，双倍快乐。现在买什么药？美女，帮我拿一盒安眠药，不要那种特强效的，就稍微温和点就行。睡好片20。行，就这个，多少钱？20。来吧，上车。我一水带酒，陪大家喝喝酒啊！喝一口吧。好酒。那是啊，我这可是纯正的白酒，比那些洋玩意儿好多了。
大家安静一下啊！今天我们洪家的大小姐红兰特意来到我们美高梅，给大家献唱一首，好不好？好！快快快，都说她不会唱了，你干嘛呀你？我唱行不行？豆子，掌声不够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大家好。 我是零九营销的冯豆子，啊！因为爱情，怎么会有悲伤？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，简单的生长，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谢谢大家。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还能咋整啊？进段广告吧。亲朋好友一聚会，总是爱多吃，结果啊，吃的是肚子胀，不消化，也没胃口了。所以家中常备江中牌健胃消食片，开胃消胀助消化。家中常备江中牌健胃消食片。广告结束，欢迎回来。 我来是想跟你说说，对不起，我闭嘴。手里呀捧着我窝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犯下的罪行是多么可耻啊！ 叫我怎能抬起头？冯豆子同学自2009年入学以来，3年未修够学分，累计为28分，暂定给予劝退处理。 着急啊！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不着什么急啊！你现在是失学儿童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笑死我了！铁铁，忍不忍吧？站住！我以为你们这种搞科研的单位里，全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啊？怎么还有这种人？ 这一进门，就满嘴喷粪，说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个没组织的人，我现在抽你一顿也没事。少说几句，少说几句。我们回家吧。 没指甲，有，没有，我都咬了。啊，你不咬指甲吧？我也咬。你们俩指甲像不像？挺像。<笑>得了灰指甲，一个传染俩，问我怎么办？马上用亮甲。广告结束，龙龙，对不起。俗话说，见面三分情。 人与人的情谊是靠积累才能产生的，去看看他吧。你最近吃的可好？我过得很好。
最近休息的怎么样？我过得很好。你呀，不能总问他吃饭好不好，睡觉好不好。可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你首先要多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加深他对你的印象。你有事没事，没事赶紧走。我也尝尝。哎，你会玩抓果子吗？哎，啊，换你。太可惜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您好，这里是腰腿疼痛健康热线。关节炎请按一，肩周炎颈椎病请按二。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腰腿疼痛请直接用万通筋骨贴。万通筋骨贴专治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腰腿疼痛。腰腿疼痛就用万通筋骨贴。万通药业。被广告血虐哭回来回来。诸位，我有一个人选，那就是连城璧连兄。我认为连兄最适合这个代理盟主的位置。连城公子素日侠义为怀，武可以服众，德可以服人，我想这副盟主之位非连公子莫属。多谢诸位的抬爱，不如找一些好玩的事情。能不能稍微快一点？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。外面别的事了，那我先走了。